Hello， 我是 PS， 欢迎来到今天的影片。那不得不说啊，每次到第三天啊，那个早上那个疲劳感啊，已经跟前两天不太一样了。尤其又像是这次天气真的很热。那昨天都有跟团队里面的其他车手都有聊啊，他们都说不行，这个温度实在是太吓人了。因为就以前来说吧，记得他们主要都是办在十月，要不然就是办在五六月那个时候，就是比较少的机会会办在大概七八月这样子。因为说真的，这个就像我昨天说的一样，对人跟车真的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。你车子可能还没抓温度，但是你人可能就已经抓温度了。因为你要想，你是穿着赛车服，然后在一台没有冷气的车里面，然后在太阳底下这样晒，然后你还要去比赛。所以说这人抓温度啊，真的不是什么太奇怪的事情啊。虽然说今天真的挺疲劳的，不过再怎么说也到了最后一天了嘛，所以每位车手啊基本上都算是会比较放得开了，比较放心啦。在前两天不太敢太冲，其实说穿了就是担心第三天没得玩。那既然第三天已经到了啊，昨天有撞车或是昨天车子有出状况的啊，那他们就会想说反正车子要修也是要修了嘛，那不如就在最后一天直接豁出去了这样子。对，感觉今天也是会发生蛮多事情的。总之我们现在就赶快去跟南港车队他们会合吧。Go。 技师长，先不用修车啊。还在练车的，修什么？不要闹了。哎，这车都修完了。修完了、啊。没事，自己看，每台正常。昨天你修几台？你自己讲。该修都修了。该修。有来的都修了。有来都。没坏的也保养一下。对，有来都摸了一下，都摸了一下。哇，今天最后一天，大家一定更狂了。哇，还好，没关系，最后一天就回去再修了。啊，我懂。干，死掉，太累了。我觉得你今天还活着，真的很厉害。真强的。工作来了。还是有。技师去，我不用去。你不是技师长吗？技师长就是站着啊。对，指挥。去。有可能全部都躺着。状况不一样嘛。早上刚开始而已。刚开始了，让我休息一下，休息。机长辛苦一点，辛苦。对，那等一下预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那以目前的车况来讲，我们的机长已经把他们全部赶出来了，大家的车基本上都算是 OK 的状态。对，真的也是希望今天南港能拿一下好成绩啦。哎，木哥，听说你现在人头价值10000块，记得考几班呐？要求的。干嘛？是怎么回事？那就代表想提议啊，什么东西不好提，你提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现在 Air Plus 组有三个人，只要一二三名，这个颁奖台你摔下来，看谁劈掉你的，你要给他10000块。应该是大强要给吧，应该是主办单位要给吧，对不对？我就不提，为什么要他给啦？哇，对，那个因故缺席的人。哎，等一下，那你要拍你自己，你也缺席。我没有钱，没有，你们上来赚钱的，这个所谓的那个吃饺子老虎拉霸体，对不对？我应该去拉彩金。到时候下一场比赛报名的人，那50个人报 A 组。哦，那这样最好，你也要报 A 组啊？报啊！啊，对，拉彩金，拉彩金，人家有机会，更现在最有机会拉彩金是谁？你知道吗？在那里。有把握啊，赚钱回来。小问题啊，第二季修好来的话没问题啊。有问题啊，我大哥不助理啊。把我妈干掉嘛。那可以。对呢。对啊，就摆烂啊，放着啊。车不是我修的，他摆烂啊，所以他泡赢他赢了10000块啊。那就你呢？啊，你要赚钱回来啊，你也是 A 组的。我一直是这样打算的、啊，要筹一些那个旅费回来，和这个同队的我们不要这样子，我们对外就好了，对外就好了。那你自己说，你是不是很想要赢一个？实际上我比较讲，我比较想要对上的是一样开 SR 的小张哥。因为我想看那个一样是 SR， 他可以在我面前开出什么样的一个？突然觉得另外一个开 SR 的人被置身于世外。谁？
好，太棒了，好，再见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你没有比，这次没有跑。不管了，我现在是摇摆 A 组。好了，来，我现在是摇摆 A 组，我要摆 A B 组了。我觉得 A 组跟 A Plus 组真的很神奇，那开车的方式都很神奇，所以我觉得就是有机会可以上来，一定要试试看，很迷人。下去之前换一下，没有下去之前先喝一下，不然那个会中暑。哎，这个 A Plus 人头值10000，那你值多少？啊？我值我100块。什么100块？我是包打而已，我100块就好，100块就好。大哥，大哥啊，哎呀，这一台啦，应该有一台。歪啦，那。我掐到这一台，卖个胶背啊！我车已经很多台，不要再买车了，我不能再买车了，车太多了。昨天陷入一阵迷茫的卢德廷书包，哎、欸，书包也是 B 组的常胜军哦，去年也是 N 组有拿到冠军哦。对，卢德廷在年初这一站其实表现得相当亮眼。对，来书包，昨天来书包，昨天。昨天陷入迷茫，今天、啊、哎呀，闪过了，高速闪过一号的肉，然后跑到外面去破墙。哦，离墙很近的，墙一片是800块哦。疯狂的书包，哎、欸，他要跑出去了，出去了。大哥，请你照我们的线路开可以吗？哇，这里很危险哦！整男的跳起来，帅书包，全村的希望啊！帅帅帅，哇！他这个太屌了，赞赞赞！直接整台飞下去，再飞起来。他想说今天比完有很长的时间可以修车啊，加分加分，掉到洞里面，全速调动，全速飞起来，加分，帅、啊！哦，这个真的叫小贺啊，真的是叫小贺、啊，叫小贺、啊啊。来，真的真的，他虽然输一大堆，我这里给他加分。哇，疯狂的书包、哦，有中有中有了，耶！好，又掉出去了，阿迪阿伟。好，折身，好再折，减速，哎，漂亮，哎呀，哎呀不行了，走出去，好来，来到洞去了，再去摔，帅哥，掌声鼓励鼓励，相信我，这个天，你这车也太强壮了吧，哎，觉得没事，赞赞赞，哦，太屌了，哦，本场次。酷帅雄厚，目前魄力最高的啦，没有一个比他魄力好啦，两趟都飞下去，用飞的全速飞，他全速飞出来啦，动作演员，不许飞动啊！对啊，一号弯下坡本来就会吸，那我有踩到那个吗？啊，有啊，有飞出去吗？第二趟有踩到，我看第二趟那洗手台，哎呦，给我招手了，太贵，小胖，圈歪掉了，圈歪掉而已、啊，歪掉了，应该是底盘键有一次歪掉吧？没有，你把它给它搞出圈歪了，掉了，小胖，小胖，按底盘键帮他看一下，看有没有坏掉啊？没有，圈歪掉了。对，圈歪掉。等一下，不要动啊！等一下。好，好。对啊，圈歪了啦。圈歪了。小飞，没事没事。好，小浩，小浩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注意啦，帅，帅。来，苏中志，昨天拼到三，拼到四强，疯狂的车手，拉手刹拉太久了啦，速度掉太多了。哎，顿手上也用太多了吧？啊，怪手字，很猛烈的车手，猛爆卖的。昨天 A 组的冠军啊！对啊。哎呦，顶住走啦！哎，去啊！他车坏掉了，到底？你是下骹物件登去啊？陈总走吗？不管有闲啊。啊是啊是差出去后边的内部崩伊。哎哥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冰柱箱爆炸啦、啊！可是不是我的车，苏壮志不是我。他太暴力了啦！我啊，我要说一下，现在呢？换一颗。哎，训练室呢？对啊，先换一颗。我们有备品，好不好？屌爆了啦！而且要在这边换了，马上换啊！有人在拆的啊！阿良，好，拿工具。
礼物是吃的，是来来，樱木哥啊、哦，第二回合，用力，用力，冲啊冲啊！市长，他用市长飞啊！好，有了，没有，最主要是进来的速度，进来的速度的我觉得平均时速了，樱木能超过戴小翔吗？来，后面是关键了。哎 呀，后轮出去了，压一点点，那没关系，那压一点点，就看这里的处理。对，哦，顶住了，哇，小小一点点，哇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，哇，只听到叽叽叽的声音，已经钢丝已经跑出来了，是不错啦，是不错啦，但是 S 一进来以后 ，S 一进来以后，整个平均时速是戴尔想的好，嗯，真的讲实在的，还是有一点点的落差。啊，刚哥你跑的还 OK 吧？其实我刚刚跑的时候是用没有轮胎的胎去跑，对啊，就是昨天练习的胎去跑，对、啊，我也不知道结果还没出来。嗯啊，但是好像开起来比昨天还好开。嗯，有啊，有那个感觉、啊嗯，有飞到了，有飞到了、嗯，有啦，那个四档飞进去那个货、哦、直接到定点呢。我就是想要飞四档，所以等一下 A Plus 组那一万块应该可以守住了、啊。王一仁应该要先掉下来吧，我觉得。哎，不行，那一万块到时候是经理要付啊，到时候是车队经理要付，那是主办单位要付了，我们也要付这一条了，我们一弄就坏掉了，你看，你花那么多钱。对啊，花那么多钱要把它弄坏掉，还好，还有没有？不只有备料，还有备车。对啊，第一啊，三条。还有三条备车啊，如果备车这个时候遇到，如果两个人同时 PK 的话怎么办？很简单，就在发射线那边养 game 有没有？讲 game boy， 赢的人就是胜出的，连跑都不用跑，时间更省。帕鲁巴，帕鲁巴，哇，机长，哇，舒服，很小哥呢。我们哥这个很小。啊，机长呢？看见没有？帅。哇，完了，翻出来了哦。你不要踩这边脚，我要把我螺丝踢走。帮我一下。等一下，你要拿右手。哇，不愧是南港王牌明星车手。你跟我们拍他的时候怎么差那么多？对啊，你看这个的话就是公开的，公开的樱木哥，对，跟私底下的是不一样的哦。对对对，完全不一样。你还想跑南港对吧？我该哎，安姐呢？包包今天还行吗？昨天状况不太好。对，人生地不熟嘛，新场地、新路线，不是新啊，新路线哦。昨天是拉肚子不是吗？哎，对，累中暑。好像是喝了太多某种东西，哎，就是号称黑色神奇药水。对呀，今天应该会比较好一点。我感觉应该今天 OK 啦，飞那两下我觉得都开了。就是路线有稍微摸透一点。哎，对，尤其是B 组。对。那 A 组就起跑点比较后面的关系。对，因为我的配置还是在之前 N 组的，所以说齿比中传那些没有调整过，非常吃亏，所以不应该报 A 组的。A 好，哎，今年是被强制升为 B 组，所以你是报 A B 了吗？是的，因为他叫我不要再从 N 组里面捣蛋了。对，你不要在里面在那边虐菜了，还在对啊，都已经几十整去了，还在新手村里面。想说我在里面，他们会有。更好的有没有压迫感的表现？你在里面的话会破坏人家的比赛体验。OK， 有往上爬了， okay, 先加油啦。OK。先不要吹啊、哦，那个要磨合一下。游戏撞了，老了。先要磨合一下。
带你一下哦。这样很快，不是，是你讲的，我赞同。好，来林延佑对上苏中志来了，前面是林延佑，后面是苏中志，好，飞进去。林延佑就是刚刚 B 组开文尼小熊那一个，开敞篷车那一个，对，现在开伊普雷莎，哇，被苏中志直接粘住啊，贴住了，贴上去，哎呦，这个，哎呦，哦，差一点点，哇，苏中志很厉害，不许了一下，没有撞哦。哇，林爷爷开这个也很狠哎，哎，真的，林碧如，都很狠啊，林碧如真的控车能力太好了，伊普雷莎这么难开，开成这个样子，好，掌声鼓励鼓励，厉害厉害厉害，厉害厉害，这个 A 组水准啊，两个都厉害，讲实在的，两个都很强，耐用度的本来就是比较累了，比赛车本来就会了嘛，啊，怎么苏东志跑下来？苏东志，林爷爷，林爷爷 miss 了，哇，这个拉太大了，哇哇哇，林爷爷又放弃了，是不是？他车有问题，你看，把他开走，他开走了。他车有问题，他直接开去维修了。他车有问题，哇，太可惜了。哇，苏中是在做啊，上枪了，他不甘心要去找 Impreza。你们感情不要这么好，好不好？他只是去关心他一下而已，哦，去看一下啦，就走了啦。他去关心他一下，对啦，你看这车也没事嘛。没有，因为刚刚下来的时候，咔啦咔啦，车应该底盘有东西坏掉了。哎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那边就要停满 Impreza 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这边已经两台，刚刚哇哇哇，你到了，你到了，下大雨，下大雨，哇哇，下大雨，下大雨，下大雨。哦，等一下的比赛应该精彩的啦，而且看我已经到冠亚军决赛的时候，哇，你嘞，机长，下雨天很开心哦，不用换胎啦，哇，可以休息了呢哦，哇，还没有呢，但是来了，哎，经理给他一个好棒棒嘛，好棒棒，哎，赶完了呢，哎，在比赛之前冲上去呢，傻傻的，哦，哇，今天是正常发挥是不是？什么事都要完成。哇，不可能也要完成。龙哥真的很燥哎，欸，哇，可以吗？帅哥，可以啊，帅一下，帅一下。要不要蒸？要不要蒸一下油？蒸油，蒸油，可以吗？来蒸一蒸个油啊！等一下，看 IG 在这 ，IG 你在捧什么东西啊？IG， 嘿，然后比完没几场，然后又放晴了，太阳又出来了，这什么怪小天气啊？真的是，精彩了，太精彩了！哎，刘家豪对上王勇，哇！我跟你讲啊，王一宏昨天第二名，刘家豪昨天冠军，樱木昨天冠军，阿仁亚军嘛。啊，阿牛说我要把他赢回来。好来，第一位樱木在前，阿仁在后，无限人在后。哇，究竟怎么样呢？粘不粘得到？全力冲刺哦，速度起来啊！哦 ，S 一啊，樱木无着浪，啊好。哇！樱木博丢弄，樱木博丢弄，来，阿仁，阿仁有机会顶上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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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好近啊！阿仁生气了，哎呀！樱木这个有碰到吗？起来了呀啦！好，第一回结束，要看回放，看下回放，我要看回放。贴上来了，直接 K 的啊，直接 K 的啊，直接 K 的啊，哦，咬住咬住，左手油门狂踩啊 ，S 三的，哦，顶上去了，哇，好近好近，好，来到 S 四，哦，又上去，哇，一目两次哎，两次归置，哇，哦，
束，掌声鼓励，太精彩了！掌声鼓励鼓励，阿尼阿伟，这真的是职业级的表演哇！一幕两次鬼次是有拿到分，真的没有问题。阿仁的话，阿仁追也是没有问题，而且阿仁追的逼得很紧啊，而且 S3 他也弹离合器上来。阿诺萨，这个是裁判长的这个苦恼啊。胜出的是，胜出的是888号王一宏，真的是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决胜的关键在什么地方，你知道吗？来，请伟哥讲解一下。因为一幕 S 一，一幕前车的时候 S 一他没有压到肉，这个车手大会说扣分重点，只差那里而已啊。Hello， 各位，那我已经回到台北啦。虽然说在最后一天的比赛，樱木跟奈良判决真的也算是有一点争议啦。但是我必须说一句话，就是比赛的时候啊，裁判的判决永远都是最大的。对，比赛就是这样子。那当然，我们南港轮胎漂移团队啊，也绝对都是尊重裁判的判决啦。而且不得不说，我觉得那场比赛真的是有够精彩的。我觉得两天的 A Plus 组的比赛真的都超级精彩的。真的可以看到大家使出浑身解数的那种感觉，而且在两个回合 PK 之间呢，不是有一段时间嘛，就是可以给车手调整车辆状况啊，跟拟定一下下一回合要用什么样的策略这样子。那个时候我人在现场，我真的可以感受到那种很紧绷，然后很紧张的那种气氛，你知道？对 ，Anyway， 我觉得这次比赛真的是蛮好看的。对啊，虽然说樱木哥输掉那场 PK 赛啊，不过他在之后其实是有机会去拼 A Plus 组的季军的。不过真的很无奈啊，因为在上一场比赛的时候，他真的是使出浑身解数了，也把车子推到一个你知道300%，所以导致他的15的差速器啊，又出现问题了。然后在经过技师长的确认之下啊，就也确定说啊，这次可能真的是没救了啦。所以无奈之下，他也最后也只能选择弃赛啦，真的很可惜啊。不过说真的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嘛，就比赛真的就是这样子。对，那在这边呢，也来说说我这三天的感想好了。虽然这场比赛，硬要去挑的话啦，还是会有一些小缺点啦。但我必须说啊，这场比赛真的办下来，比以前都还要好太多了。我是指整个比赛的那个氛围，就是会比以前来说要更像是一场赛车这样子。包括像是开幕式啊、现场直播啊之类这样子。相信有在看我以前参赛的影片的人呢，应该都会有这样的感觉。说真的，我在第一天其实就有觉得说，为什么我没有开我的车来？为什么我的车还没有好这样子？你知道吗？我真的觉得好可惜哦！我现在唯一一件想做的事情，真的就是恨不得直接冲去把14开始弄，然后一路把它弄好这样子。不过说真的，有些事情真的是不能急的啦。那大家也不用担心啊，锻造活力的事情目前也算是顺利的进行中啦。基本上对，又是时间，对，总之 ，anyway， 先不提这个了。哦，对了，然后在这边呢、也要感谢全民风车帕，他们愿意来为我们衰尾赛进行现场直播。礼拜天的比赛，你们知道，甚至有700多个人在线上观看呢，我觉得真的是超猛的，完全出乎我的预料。相信如果能够这样子顺利发展下去啊，台湾不只是衰尾赛啊，像是各种的赛车运动啊，也一定能够有越来越多人啊，一同来参与，一同来同乐这样子。对，那没跟到直播的各位啊，也没有关系，两天的比赛直播里面呢、都有存档，大家可以去我放在置顶留言里面的链接看，或是你直接在 YT 搜寻。全民风车霸也一样可以看得到。那我这边影片呢、因为篇幅有限啦，所以我只能放一些跟我影片内容比较有相干的一些片段了。不得不说啊，两天的比赛真的发生超级多精彩的事情的，不管是像 A 组跟 A Plus 组的那种越级挑战啊，又或者是一些撞车、一些事故什么的，真的全部都有在直播里面。在那边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两天直播比赛的影片啦。当然啦，我更希望的时候还是比赛的时候啦，你们大家能够亲自到场来支持一下这场赛事、这场运动这样子。好吧，那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吧。我以后勤团队的这个身份呢、去拍了这次的三级 Vlog， 在这边也算是一个结尾啦。那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影片，我是 PS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。